但是就是有认真在思考。等一下需要那个吃下翻译面包，小叮当翻译橘肉，来一下。哦 ，be 哦，我知道看到了 ，be better，be better， 然后韩文，然后 bf ibf， 解释一下，解释一下。就是想要失恋的时候还是一样这个专辑的概念 Be better 就是你跟我都更好大家跟我都更好然后这句话就是要当一个更好的歌手然后 IBF 所以呢最后面毕书尽你必须要签名一下好不好来象征这个十年的愿望希望能够呢顺利完美的达标所以呢 Be better 自己变得更好也希望粉丝大家呢一起变得更好最后呢希望成为更厉害的歌手最后呢永远的 IBF 那我们就让这个 B 呢是不是跟你的十年计划来合照一下好吗站在右侧可以齁好站在右侧可以 B 我需要收一下吗好来这也算是 B 呢给这个自己的一个十年成绩十年计划这个很珍贵耶这张收起来了放进去的费的博物馆来右手边看一下下等一下可以那个跟书哎等一下让 B 跟那个当年的 B 合照一下中间再看一下现在 B 应该不敢看他说我怎么当年会剪这个发型我怎么了等下回到那一页吗要回到那个吗十一年前的 B 吗好翻一下翻一下翻一下小谷说翻一下翻一下谁人无过去啊各位 B 的黑历史来特别有没有、哦、来中间看一下哦哇塞那时候 B 真的是亚明爸爸带他来跟我们认识然后说这个小孩子是从刚刚来到台湾还在一个适应的心情当中希望我们可以多多的照顾他没有想到你看当年那个小男生现在已经转眼要变成三十而立的大男人咯中间再看一下中间再看一下下也谢谢 B 真的是一直没有忘记 Hidden Fan 我们互相的支持彼此 OK 来把这个历久弥新的成绩单我们先收一下下那当然 B 我要来问一下哦七月七号就要过生日了是就要迎接三十岁了是三十所以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日愿望可以先稍微的跟大家透露一下吗生日愿望当然身边所有的家人们身体健康是对然后大家跟我一起更开心 Be better 对更开心然后赚大钱哦哎发大财发大财发大财好那你知道哦作为一个男人有一句话叫三十而立然后呢男人就是你会从男孩变成男人是所以你会有很多的责任在你的肩膀上你的肩膀够不够厚实很宽应该可以齁没有问题齁可以可以色的非常耀眼的红到发紫的对臂往后站一点好臂往后站一点臂这个是要考验你的那个要就是要拿着这个怪怪的道具然后要拍得很帅对对对对对就是要一种考验你好不好对舞台下的 B 呢是非常的喜欢自己的步调他喜欢黑色喜欢过着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所以呢希望舞台上的 B 舞台下的 B 都能够取得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哦你这样还可以帅哦 B 书尽果然你是有练过的哦他们说还可以拍个武打片的感觉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你怎么知道我要去你做什么动作毕书尽我太爱你了啦你真的没有包袱了耶来视线右边来宾点唱一首挑夫挑啊挑过山哟跳呀跳过水哟来视线右边刚才动作再来一次来中间看一下哦功夫熊臂正前方看一下臂不要因为这样就不来我们电台咯齁对对对我们还是很爱你的这个等一下就一路跳回老鹰齁对因为我们跟臂的距离就是大概只有500公尺左右
好，来左方看一下下，希望币呢三十而立，快快乐。